带来。你们先出去。是。这位夏小姐，以前也是共产党。既然投明之后，致力于和平运动。你看她现在过得多好。今天让她过来跟你聊一聊，你好好听一听，看看有什么启发。夏玉竹来了吗？已经在审讯室了，肖特派员正在跟听。董先生，你好。其实我不是什么共产党，我只是在苏南根据地生活过一段时间。后来我带着孩子离开那儿，来到了南京。董先生，你有家人吗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，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和理想，我只想带着孩子不安稳的生活。过来听听。特派员，也许你认为我是妇人之见，但我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感受。我的爱人和你一样，也是干革命的。我失去了他，我和我的孩子现在无依无靠，而我必须独自承受这一切。你爱人是谁啊？是任志远。任志远？你认识这人？如果志远同志在天有灵的话，知道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他一定会寒心的。你们总说为了信仰愿意放弃一切，但是我觉得活下去的人其实比死了的人更坚强。我不想和你争辩，我只想告诉你，仁人志士，无求生以害人，有杀生以成仁。行了，不要多说了。董先生，我知道你和志远是一样的，我只是想站在我的角度劝一劝你。志远曾经跟我说过他的经历，这也是我来南京的原因。他当时来南京的时候，住在吉庆路的爱华公寓。他说，那旁边就是玄武湖，景色很美。我那时候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和他一起，我们一家三口来一次南京，住在这间公寓，平日里可以带着孩子在湖边漫步，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再实现了。爱华公寓还在，但玄武湖已经不在了，日本人开闸放水玄武。
上，不要再这样顽固不化了，这样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。我不要什么好处，请你转告陈德道，哪怕他在用任何卑劣的手段对我，都不可能在我嘴里掏出半点有价值的东西。有没有觉得他们说话很奇怪啊？共产党说话就这样。窦先生，您这样是何苦呢？不想为谋，请回吧。小秀秀哭了。你们之前认识？把手打开。我是替我丈夫打的。你这个卑鄙小人，你说是人死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对他的？他是不是也这么痛苦？敢打老子，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毙了你？好，有话慢慢说，好，慢慢说啊。老陈，别生气，我把他拖走啊。冷静，冷静啊，走走走。走，我听说当年任志远是因为保护你还有和平所以才被捕的，他有见过和平吗？等和平长大了，他会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和平的身上有他的影子。你见过志远？没有，我听我姐说过几次，有点印象。这不是回家的路。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全南京最好的小学。和平差不多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了，不能总在家里待着。我托了点关系，再过几个月，他就可以来这里上学
这是让你执行任务使用的，不是为了解救别人的儿子。要是被别人发现了，你知道后果吗？站长，我愿意接受处分。双菊，我知道你们感情深厚，但这是南京，稍有偏差就会置自己于死地。你是党国培养出的精英，也是我孙某人最信得过、最牵挂的人。 主任，东西买回来了吗？哎，你要的玩具机车。我儿子就喜欢这个。主任，这是米店研究小组刚刚送来的。新的米店吗？等您审阅后，我就归档。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，我答应他要跟他一起吃饭。我先拿着，你跟纪要室说一声，明天再归档。是。 哎呦，儿子！闭上眼睛，嗯，真乖。不许睁开眼睛啊，嗯，不许睁眼啊，睁开吧。猜猜这是什么？小猫鱼。喜欢吗？ 亲亲，爸爸，真乖。我们去试试车。儿子，以后有什么想要的、想吃的，跟爸爸说，爸爸都给你买。刘妈，哎，一会儿想给重生洗澡。 你帮我上楼准备一下换洗的衣服。好的，太太。
转过来。陈德道，你要干什么？手里拿的什么？给我，快点儿！拧开。这行不可能相信任何人，这你应该知道。怎么总穿这件睡衣啊？回头我给你买两件。我今天看见夏雨竹了，他来特工部，却像一个共产党。是吗？没有，你就不能多说两个字吗？真给我糟心！哎，站长，您这是？哦，这个地点不能再用了，得立刻转移。出什么事情了？有个下线失联了，有可能投靠了伪政府。他知道的事情不少，我们必须有所防范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叫胡有光，是青浦特训班出来的。不瞒你说，最近像他这样的已经出了好几个了，戴老板已经下了追杀令。这件事情你留意着点，要是有什么发现，就立刻实行家访，不用向我汇报。我会留意的。这是新的联络地点，下次联系就到这儿来。记住了。上次交给你的任务进行的怎么样了？伪政府密电小组最新编写的密码本都在这里面了。太好了，双军，这又是大功一件呢。这学员启事需要登几日？连登三日。可以了，去那边交钱吧。谢谢。
上去我来。陈德道对你和重生。对了，上次听君浩说，陈德道有一个线人，给他提。阿珏，我是在重庆待不下去了，才带着重生来南京的。我怎么可能还替他们做事呢？双珏，我只是担心你。如果你真的是为重庆那边做事，那你还待在陈德道身边，太危险了。谢谢小姐，我现在这样挺好的。来，小姐，吃个苹果吧。重生，重生，你怎么了？重生，小姐，我上去看看，你在这坐会儿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哦，不用了，小孩子淘气着呢，我去看看就好了啊。好，你在这歇会儿。小姐，要再添点茶吗？不用了，谢谢您。白政委，你住在报上登了寻人启事，
我的判断没错，雨竹没有叛变，他一直在寻找组织。等寻人启事，是老董和我们的联系方式。这夏雨竹怎么知道的？他们肯定见面了。可是老董已经被捕了。我把夏雨竹的情况向组织进行了汇报，组织上的态度是派人过去，对夏雨竹的身份进行甄别。白政委，让我去吧。 我对雨竹最了解了，他现在这样的处境，急需我的帮助。文霞同志，组织上已经决定派王默同志去南京了。一来，对夏雨竹的身份进行甄别；二来，重建情报站，尽快恢复那里的地下工作。白政委，王默同志对雨竹有偏见，我担心这种偏见对雨竹会做出错误的判断。<笑>你也一样啊。 你对夏雨竹那么信任，也会影响你的判断力啊。不，我对雨竹的信任，是基于对她长期的了解。我们不能因为个人好恶就去揣测，甚至冤枉一个积极向上、追求信仰的年轻人。文霞同志，你说的没错。上级已经给王默同志下达了明确指示，对夏雨竹的身份甄别，不能擅自做主，要随时汇报。 这下你放心了吧，文霞同志。组织上让你留下来，其实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。现在，国民党和我们的摩擦不断升级，蒋介石又刚刚颁布了命令，让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之前开拔到长江以北，显然是别有用心呐。 所以，上级决定，除了皖南的新四军开拔以外，其余部队按兵不动，准备进行整编。上级要你留在根据地，做好接收其余部队的准备啊。是。小姐可靠吗？是小姐听肖军浩说的，他说这个线人跟承德道经常见面，给他提供情报。 我觉得这个人应该就是您上次提的胡有光，你把这个人的行踪搞清楚，一旦确认，立刻站住。是。追杀炼钢下了不久，我们南京站就有了建树，戴老板一定高兴的。小静回来了，唐妈。这是我给何平买的奶油蛋糕，你一会儿拿给他吃。哎，好。身体要立直，这样。 你看这俩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父子俩呢。哎，对了，唐妈，啊，今天的中华日报来了吗？来了，我去给你拿。哎，每次见到长辈，必须要行礼。行礼，一十分钟。知道吗？嗯，你这个腰啊，还得再下去一点，得成90度角。对，你看。我是刚来什么？我是刚来什么？哎，再来一下。我是刚来什么？我是刚来了。 摩西克亚喽！哎，咱们摩西克亚喽！摩西克亚喽！哦，你，哎，再来，够可了，够可了，妈。 这个拉斯吗？啊，妈，妈，这等我了。你怎么了？你在干什么？说话。小舅舅叫日本的礼仪。你学什么日本的礼仪？你学什么？ 八道的日本礼仪，听见没有？我错了。把他抬起来。你听不听到人？俊浩少爷，你快进去看看，他们母子俩不知道怎么了。知道你在下去。站好。 再说一遍。
学什么乌七八糟的日本礼仪，听到没有？给我重复一遍。以后，晚上不准说话，我告诉你。唐妈，哎呦，太太回来了，我去给您热菜啊。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哦。太太，您先喝点银耳羹。先生还没回来呀？哦，吃晚饭的时候，先生打回来电话说，今天要开会，要晚点才回来。嗯，这百合银耳羹不错，给和平和雨竹送去吧。哦，我上去过了，雨竹小姐的房门一直关着，敲不开。为什么呀？下午的时候啊，君浩少爷带着小少爷在花园里玩，雨竹小姐回来，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把小少爷带到房间里去了，还发了好大的脾气。小少爷一直在哭。那君浩和和平干嘛了？我没太注意。那雨竹骂什么呀？好像是说不许学日本人的什么。雨竹小姐和小少爷一直在房间里没出来，晚饭都没有下来吃。行，你忙去吧。哎。姐，你敲一下门行吗？我万一要是没穿衣服呢？我问你，今天下午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？那雨竹就因为和平学日本人发脾气了？我当什么事儿呢？你说我们家这些佣人啊，真够可以的，这么点屁事也跟你说。别给我嬉皮笑脸的，我把雨竹留在家里，自然要多一个心眼儿。你快给我说怎么回事？哎，没事，我就是下午在花园里教了和平几句日本的骂人话，谁知道给雨竹看见了，他就跟我急了。真的？你要不相信我，你问我干嘛？你说你也是的，你多大的人了？你教一个小孩骂脏话，别说雨竹了，要我也得骂你。是，我错了，我下次不再犯。君浩，有件事我得提醒你啊，你对和平好我不管，你要是对雨竹动了心思，这事儿我就必须管了。好好的，你提这事儿干嘛呀？我再不说就出大事儿了。哪有那么严重啊？哎呀，当年我是撮合过你俩，但是时过境迁，雨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单纯无邪的小姑娘了，她爱上一个共产党，还给人家生了孩子，因为这事还坐了监狱，这些都是人生的污点。你现在政府里工作，就算不在政府里工作，这种女人也不能要的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你跟夏寒轩的事情姐夫也知道，那你这种女人姐夫也不能要了。你这个臭小子，你姐我跟夏雨竹一样吗？啊，行，我知道分寸了，你放心吧。记着啊。秘书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开会开多了，一会儿回去睡一觉就好了。停车，你去看一下。